個咁嘅場合。我已經係做咗裁決，我要再次講話，我哋要會議繼續進行，請議員遵守議事規則。黃國興議員，你嗰個裁決，陳偉議員。即是直接指責某一個議員，或者是直接指某議員是即是說黑社會這個冒犯，但同樣呢影射都是的，主席影射都是的。咁所以頭先即係特首嗰個嘅詞句係有影射嘅成分喺度嘅，係好明顯係有影射嘅成分喺度嘅。咁主席，即係如果你話呢一個都唔係呢個冒犯性嘅話咧，主席你嗰個裁決咧係好偏頗。共同理念，全民发声 My Radio 2011，即係唔滿意民主黨投共，唔滿意民主黨講咗廿幾年民主，最後即係接受呢個密室政治同共產黨台底交易，同埋接受呢個冷政改方案。你話我係民建聯 B 隊，你做咩走入中聯辦同共產黨密室談判，支持政改方案出賣香港人呢？要帶出呢個 message 俾選民，知道佢哋必須要懲罰一啲佢曾經支持過嘅政黨，而佢哋出賣咗佢。人民力量，人民力量，撥亂反正，撥亂反正，2011，票債票償，票債票償。共同理念，全民起动 My Radio 票债票偿运动。各位朋友，城市论坛今天要跟大家就是倾倾又是有关喂这样的论坛，你开了，我从来未出席过这样的论坛，真是大开眼界。逢星期三晚10点，任亮宪、欧阳英杰、刘家雄，城市再论坛爆咪支持票债票偿运动。继续青筋暴现，不平则鸣，只因心系香港。身体力行，隔空发功。黄毓民频道现在同你剖析政治。嗱，鬱敏啱啱即係行咗出去啦，我哋即係講翻幾句先啦，台長。即係頭先你睇咁多個議員就翻嗰個程序問題，立見高嚇，真係叫高嚇。即係余若薇、吳凱兒一處理呢啲問題咧，多年嚟都係，即係佢嗰個發言簡短，但係咧好到肉，亦都好精辟。真係處理呢個問題，我諗佢個思考同埋佢個觀察力之強咧，可以話係表露無遺。係，有時佢講，我聽佢講完，我都口服心服。唔係，不過最緊要一樣嘢啦，即係唔好動氣啦。我諗佢點解咁 sharp 咧？個即係佢睇個問題點解咁有 insight 咧？就係佢個人好冷靜。佢一睇嘅時候，佢即刻分析到成個過程係點樣咯。哇！佢臨尾講都老氣㗎。係，但係佢話：大佬，佢嗰口啊，好老氣，但係佢冇上頭。咁多個咧，最屎就係劉光華。喂，大佬，佢話呢個程序問題。佢講咗一連串嘅嘢，純粹係發言捍衞呢一個嘅保安，係嘛？情咩罪問題啊？你有乜問題啊？你咁樣發表政治演說，我又好怪喎、啊！我哋嗰個立法會主席又唔阻佢、啊，係嘛？
即係你譬如你挑戰主席嘅裁決或者某一啲程序上嘅問題，你就提出你嗰個嘅問題，你提出嘅問題嗰陣時候，你可以有少少評論，有少少啊呢、這個背景嘅資料，但你都有個問題啊嘛，大佬喂，主席，我認為你個裁決唔公道，你會唔會再重新考慮咧？咁咁呢個程序嘅問題啊嘛，喂，你劉江華真係狗屁不通嘅、哦。哇！做咗咁多年立法會議員，又做行政會議成員，又係呢個民建聯嘅副主席，喂，連立法會嘅基本程序都可以狗屁不通嘅，你做咩議員啊？所以有時候我見到即係呢啲保皇黨嗰種不思進取啊，即係連一啲嘅基本嘅議事程序都唔肯花少少時間、花少少心機去呢個學習同埋了解嘅咧，即係唔怪得知香港即係整個嘅管治真係毫無寸進多年嚟。喂，所以你嗰晚咧，即係嗰日咧睇完咧嗰班即係部分嘅泛民議員出咗之後咧，就成班喺度講啦嚇，我哋支持啊，即係收緊啊，支持乜乜乜。喂，但你冇諗到成件事啊嘛，就係、是。玉敏被趕出係，只不過佢問咗個問題，到尾曾蔭權都冇答過呢個問題。而個主席可以任由呢件事去發生嘅，呢個係第一樣嘢最重要嘅。第二樣嘢就好似頭先阿可以講咯，喂頭先啊，即係阿曾玉阿曾曾蔭權講嗰句説話，即係咩黑社會啲，喂係講到而家成個立法會，嗰個肯定有問題嘅，肯定有問題嘅。呢度唔係黑社會地方，唔係嗱過去個做法咧，如果有一啲咁呢度唔係，其實話係啊嘛，等於過去的做法呢，即係如果有一啲嘅疑問性，或者你懷疑佢啊，即係可能係咁，你個主席呢就話：，誒、哎，即係議員希望呢個嘅特首能夠澄清呢，頭先你所講呢個所謂黑社會，你係咪指呢個立法會嘅呢個地方，或者係任何議員黑社會？唔該，你澄清你有冇咁嘅意圖？你有責任要去澄清噶嘛？如果曾蔭權話唔係，我冇咁嘅意思。诶，咁就冇人可以讲嘢噶啦，我唔系啊嘛，好似嗰一次我喺立法会讲话啲狗屎教授啫嘛，即系啲教授教狗屎法律啫嘛，咁啊梁美芬就懒醒咁样样，系嘛，咁啊即系要主席裁决话我呢一个嘅啊，即系暗中系话佢要求咗主席裁决咧，话我即系啊对佢有呢个冒犯性，我就话啲人即系对号入座啫嘛，系嘛，咁你咪自己定咯，我冇咁嘅意图啊，咁啊冇嘢可以处理噶。系嘛？咁呢个议事堂就系咁啦。议事堂你可以闹呢个政党无耻，譬如我过去多次讲我闹民建联无耻，冇事噶、哦。但我有时即系讲嘢讲得快得滞咧，望住阿谭耀宗，即系咧就跟住闹下民建联咧，就闹埋谭耀宗无耻，咁就知道衰啦。佢一起身话我有冒犯性，我唔肯收翻咪出去咯，咁简单啫嘛。咁所以呢、這个即系议事堂嗰个嘅即系程序咧。即係有時都要處理嘅。舊陣時我哋入去之前就好簡單嘅啫，大家嘻嘻哈哈，係嘛？冷嘲熱諷講幾句，跟住你俾人民主黨俾人喐，咁民建聯就即係民主黨揾人喐翻民建聯，大家互相嚇即係拳來腳往，輪流咁就係講埋啲講咗等於冇講嘅嘢啫嘛，係咪？咁我就老實講，我專係針對政府嘅啫，即係立法會議員我都嘅，即係好少批評嘅，除非你真係太離譜，係嘛？有啲言論，咁我哋忍唔住就會講兩句。但係我哋破口大罵嘅對象，就一定係嗰啲有權有勢嘅政府高官，係嘛？你就算建制派啲議員，就算你民建聯，我都好少指名道姓。去鬧佢哋喎，我最多就講一兩句係嘛，就係咁嘅啫喎，係嘛？民主黨我鬧得最多，因為你支持政改係嘛，跟住你係我哋同一個陣營嘅人原本，不如我就更加猛整，就咁解啫嘛，係咪先？因為你呢班人係真係實在契弟啊嘛，係嘛？即係我今日喺城大講嗰啲，啲同學好多都好認同，係嘛？喂，你點咗我廿年喎、啊，大佬係嘛？你可以不負責任到咁樣嘅咩？系咪？而家可以讲风凉话嘅咩？系咪？跟住要抹黑别人还自己清白，系咪？不断去散播啲小道消息嚟抹黑我有差用咩？支持我嘅人就真系支持到底，反对我嘅人唔中意我嘅人，唔奸就系有把枪，例如得一枪打瓜我，系咪？咦，你睇下我红磡几个人头都俾人割咗出嚟嘅，系咪？佢以为真系割咗我头喎，不过我系个 banner 嚟嘅啫喎，系咪？咁我唔系走去报差馆刑事毁坏咯，咁都有咩可以做啫？咁佢要泄愤，系咪？割你个头，嗰啲好利落噶，一把戒刀，仲要好利嗰啲，唔会戒真手噶，大佬。如果唔系，喂，你家下要唔好以为割你个头一定系左派，一定系民建联嗰啲，民主党都唔出奇。
好，我哋听听电话。系啊，真系澳门陈生，唔系陈生，你提醒咗我。喂，英文系大舅，系你好，学长你好。咁嘅，先讲翻前几日你突然讲出嗰件嘢，好明显系有预谋，基本上阿曾玉强讲嗰句有阴谋、有计划、有组织。系啊，根本曾玉成已经根本唔使你长毛讲乜得，讲一声令下讲咁啫嘛。怎么可能这样做嘢？你根本是曾玉成在这里，根本是发烂渣发脾气。根本他都说，他根本他在口中根本是说不出所谓什么个理个伦理，他根本没有伦理。他根本在这里乘机是想着将你真是发烂渣，我觉得很过分。他换了个新的特首办主任、啊、这个梁卓伟真是窄窄地，真是。有些人还好笑。又是那个八婆呢，他说呢他收到风啊，那日啊，哇他们的幕僚啊亢奋都不得了啊，你以为你黄毓民赢了啊，是曾荫权赢了啊，因为他不需要面对啊梁家杰啊余若薇，他追问究竟林瑞麟啊，即是这个真是逻辑上有问题。傻到这个根本不是。是吧，他要禁制问问题，轮到他问先得，他不是傻，他是为了攻击我。要喂咁样讲，你明唔明啊？即系佢咁样讲咧，其实即系嗰个逻辑上系即系。哇！呢、這个贱人都算贱到无以复加，即系人之中之贱咧，冇人贱得过咧，即系吓某君条女，哇！真系贱到无以复加，系咪啊？咁都得嘅。喂，所以中国人有句嘢咧，哇！贱到咁可以，哇！佢话我益咗煲呔啊，佢嗰啲幕僚好亢奋啊，哇！大家弟子仔俾佢闹我嘅，原来系。等我即系打佢同我打烂仔交之后咧，就令到嗰啲即系吓尊贵嘅有力论述能力嗰啲，即系梁家杰啊、若薇就问唔到林瑞麟呢条问题啊！佢根本摆明系做你噶啦，嗰、那个八婆娘唔使讲咁多，都话咗你上次对佢太与人为善，你上次话明俾律师信佢，你都冇俾佢啦。嗯，根本我觉得一定是要找一次都要告他，尤其是近期做些事根本是影响选举，找人两日为一次商台他就扑街了，我告诉你听，是不是？然后举牌就举何其，是不是？即是他老细啊余曾，是不是？主席何其，副主席余曾叫他出来答话，是不是？那他就瞓街的了，即是看要不要做这步的啫，我告诉你听啊，我两日为你一次，我哋做完选举完之后。做完区议会选举先啦，逐步处理。好，总之我哋都支持你的啦。好，多谢你电话。真的好笑啊，哥。不是，其实呢，即是这个的曾荫权一日不答这个问题呢，这个的即是问题必然是香港市民好多人繼續會問噶嘛，繼續會問，直至到佢落台為止。因為家已經有啲傳言嘅講法，點解佢唔答呢、嗯、就話因為呢一個聘用唔係佢嘅意思嚟嘅、嗯，即係佢唔肯答啊！佢、嗯、點可以答啫？因為聘用唔係佢啊嘛，係中聯辦聘用噶嘛，阿、嗯、爺話要噶嘛，佢點可以會承認話喂大佬我都唔係好想去嘅咋？係因為阿爺叫到我唔做唔得啊！佢唔可以咁樣講噶嘛，佢冇得答啊，因為。所以佢越唔答咧，越多傳言，越多傳言咧，就越對呢一個嘅曾蔭權嘅管治咧，係越多呢一個嘅負面嘅評論，同埋越覺得越無能，係嘛？喂，仲有八九個月嘅，佢唔係好好受嘅咋？有排呢個林瑞麟仗行出嚟，招招即即話唔可以姑息呢啲行為啊！喂，要你拉我啊！講咩話？嗰句咩矜持啊？系要有啲矜持，无论似啲咩。哇！咩叫矜持啊，大佬？喂，真系佢真系太监嚟嘅咁样。太监真系，佢真系太监嚟嘅，唔系太监都会讲矜持啫，真系。我哋会有少少矜持、啊。哇！真系太监长老、啊。佢呢个所谓少少矜持，唔系暗示呢、這个即系曾荫权系好唔矜持。佢对住曾荫权要矜持，即系佢闹佢老细，佢即系话佢会矜持啲对我哋，咁即系话佢老细就真系太过矜持。哇！见到你矜持，佢老细就直情系勃起，系嘛？兴奋、亢奋，即系嗰个八婆讲嘅，佢话亢奋，话佢啲幕僚，哇！即系咁都得啊！真系哇，话亢奋啊！喂，呢镬全世界都话佢瓜柴啦，亢奋、大佬啊！我怀疑嗰啲何安达啊、梁卓。位啊，就算包括个新闻处长啊 Michael Wong 个个都不举啦，为咗佢呢单嘢仲亢奋，即系你呢个八婆想啲男人亢奋啫嘛。下一位卢生，喂，系啊，大舅，系、啊、英文，即系佢冇乜嘢嘛。
啊，即系肿咗啦，肿咗，唔好再企啊，啊休息两日。系一定要长期作战啦。哎 ，OK， 上个星期五晚咧，我打嘅呢几都打唔到上年头，到星期五晚同阿次官嗰度讲咗呢单嘢咧。是有 case 的。嗱，首先嚟讲，或者你等我好简单讲几句先啦。首先嚟讲咧，警察系喺诶，唔系立法会保安系行使紧警察嘅权力嚟噶。嗱，我都未听过呢样嘢噶啦。咁嚟讲嘅话咧，你嗰日咧，曾荫权上句说话我听咗好多次噶。我要求你两位立刻离开会议厅。OK， 咁系要求嚟噶。同埋第二样嘢嚟讲嘅话咧，常人都知道啦。你要求我咪最多我自己行出嚟啫嘛。吓、啊，咁。啊，曾慧成亦都冇俾到命令话嗰啲保安员抬你哋出去嘛，以前呢个未试过嘛，咁一定有人落 order 噶，咁如果系咁样嚟讲咧，根本系非法行使紧武力噶，除非嗰个主席能够喺某个场合，即系承认话佢冇落呢个 order， 系嗰佢嗰日出嚟讲嘢咧，系冇讲过话搵，即系冇讲过呢样嘢，佢即系我讲到胡云云啦，一个 speaker 啦，即系个主席嚟讲啦，佢讲嚟讲咧，佢系嗰日。佢冇即係睇人聽佢講嘢咧，係冇叫嗰啲人抬你出去㗎、啊。如果阿盧生講得啱啊，我哋應該寫封信俾主席。唔係刑事添㗎，因為應該寫封信俾主席。唔係啊，問阿主席有冇呢個授權人士叫佢另外咧，就一定要追究、啊、或者報埋案都可以。你嚴咗傷，因為點解咧？佢一定要交人出嚟㗎。阿曾玉成唔係咩呢個喎？等佢條鬼打鬼，因為嚟講咧，你唔好婦人之仁話，人哋要打份工啊。但你唔好話婦人之仁啲保安咧最多真係入咗條罪，你寫封求情信，覆佢老細出嚟。因為咧，如果咁打到上刑事，冇人夠膽咩？阿曾玉成亦都唔敢咩噶、啊。因為你講嘅、啊、因為你講嘅話咧，佢冇人叫佢，即就算係警察行政嘅權力好大啦，冇人落 order 佢咁樣搬人出去整親，唔好講整唔親啦。咁呢個已經係非法武力，以前係未試過噶嘛。曾玉成亦都冇俾佢任何 order 嘅。阿劉生，嗱，如果係要非法咧，一定要攞到阿曾玉成嗰個嘅正式嘅承認，話佢冇俾。佢冇俾呢一個嘅命令。我賭幾多得啦，我哋佢一定冇話過。咁、okay， 所以寫信俾佢叫佢澄清。另外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因為我係七一嗰次嚟講啦，你都我聽我講過，我係想做警察咧，係非法落手扣同埋打指模嗰啲啦。但係嗰啲嚟講咧係比較輕微啲，佢哋唔係犯法，而係犯禮嘅啫，辦支票嘅啫。嗰、那個證據 evidence 咧唔係坐得死嘅。但係呢單嘢嚟講咧，曾玉成係冇落過 order 噶嘛。好，多謝阿盧生呢個意見。頭先阿盧生嗰個有一個講好好，因為點解咧？中間其實仲有一個程序，就係、是。当阿曾玉成叫咗郁敏走嘅时候，郁敏可以自己走噶嘛？佢可以唔需要用，即系如果我自己走，我点解要你即系唔需要用？我想自己走都唔得。系啦，而家变咗点解自己走都唔得咧？唔系我想自己走都唔得噶，你睇住佢噶啦，走埋嚟我个位啊！职劫啊，夹你啊！职劫职玉咁想，所以呢个系咪主席嘅授权咁做？呢、這个系阿卢生一个好嘅意见。如果我哋问到主席，主席话佢冇咁做咧，呢、這个就系一个嘅非法嘅行为。好， okay。 我听下人仔。系大家好。嗱，请讲。喂，我想讲四样嘢嘅，我想快少少讲啦，又系吓。喂，第一样嘢咧就系阿郁敏嗰单嘢咧，喂就唔系净系讲郁敏一个人出场，其实讲咗几万票嘅直选嘅选民票出场喎，吓。咁呢单嘢就唔可以就咁有一有去算喎。成日有个情况咧就系、是，譬如一个礼拜咧，即系政府做啲咩衰嘢咧，咁我哋又去示威啊、游行啊。咁第二个礼拜、第三个礼拜，政府不断做衰嘢。咁十個禮拜之後咧，我哋第一個禮拜嗰啲嘢咧，即係又冇回應冇成咧，咁啲人好似當係冇一件事跟進唔到噶咯喎。即係我哋點樣可以解決呢個情況啊？即係我哋即係永遠咬實佢第一樣嘢要解決咗先咧，其實係。哇！咁嘅人仔，你可以叫即係呢個鬱敏嘅選民咧，一人一信寫俾呢個主席，就話你冇理由趕我哋嘅民意代表，即係佢代我哋問問題，嗰、那個特首唔答，你冇理由趕佢出場，一人一信俾個主席咯。系嘛？其实呢个可以做啊，功能就要执心嘅喎。唔系呢个可以做啊，动员啲人做啊，因为呢个系对选民嘅侮辱，系嘛？郁敏问得咁斯文，咁有呢一个嘅节制节理，大声啲，系咪？系大声少少，态度差少少。后屘曾荫权仲要到头来，后屘仲要闹你闹我闹阿长毛，仲话我哋态度恶劣。你睇下嗰啲肢体，话我哋啲身体议员，即系喂大佬。哇！你个身体资源仲黑人憎咧，大佬！我真系呢啲人朝朝早真系祈祷，佢话大佬真系仲要朝朝去教堂祈祷噶。咁啊，有个人同我讲，可能佢唔祈仲大镬咧。朝
朝去教堂祈祷，我就冇佢咁神心、哦。佢系朝朝祈祷噶、哦，朝朝去圣约翰，朝朝去祈祷噶、哦。呢啲肯定话你朝朝祈祷祈到咁嘅款，呢啲肯定系做戏作状。喂，朝朝去教堂祈祷嘅人会咁样嘅咩？喂，神系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唔系噶，我惊佢祈错咗，唔奸，我惊佢祈错咗啊，大佬，我惊咁样啫，大佬啊，啱唔啱啊？即系等于当年撒旦走去同上帝讲下约伯啲坏话，坏话，跟住就威胁。即係打到啦，同上帝玩嘢啦，係咪？咁嗱，咁上帝話得，你唔好搞死佢就得㗎啦，係咪？你搞佢，搞到佢死去活來，我睇下考驗下佢，你唔好搞死佢，最緊要唔好搞死約伯，因為佢始終都係，我認為佢係好，即係對好忠於我嘅，咁樣啊嘛，係咪？哇！呢、這個撒旦真係得寸進尺，係咪？咁上帝都好似有少少俾佢困啦，系当时大家喺度打赌，咁啊，喂，大佬，我好惊佢祈祷祈祈下，唔知祈咗同边个祈啊，大佬。如果唔系，点会朝朝早去教堂祈祷嘅人会咁嘅咧？佢系朝朝嘅、哦。咪所以佢讲呢一个嘅咩伦理，我咪话佢讲嗰啲系吃人的礼教咯，其实一样嘅啫。佢嗰啲宗教可能系杀人的宗教嚟嘅。好，我哋听下 William 嘅电话，William。喂喂，系请讲。喂，郁敏，系我 William 啊。系啊，你好。好耐冇打电话。系喎、啊，系喎、啊，系喎、啊。系而家咧，我睇咗呢单嘢之后咧，你哋头先讲呢个叫烂仔政权啦、啊，我忽发奇想，我发觉呢个唔系烂仔政权，而家呢个叫杂差政权。杂差政权。嗱，第一个就曾荫权，佢老豆又差佬，阿叔又差佬，弟父又差佬，细佬又差佬，全家差佬。但佢个表现就成个杂差咁样，嗰日喺个立法会嗰度，直头唔似系一个做行政嘅人嘅。咁杂差边系咁容易惊啊？俾人掟鸡蛋惊，大佬。啊，仲有、哦、啊，立法会嗰班保安就唔使讲啦，成班人系杂差所为啦，唔使问啦。而家搞到咁，民建联嗰班友就更加啦，唔使讲啊，呢班就帮闲嘅啫。咁但系香港仲有一个好明显入型入格嘅杂差，嗰、那个叫做曾伟雄，嗰唔系杂差嚟嘅，警务处长吓、啊，但系冇用啦，个款池嗰度弊啊嘛，入型入格嗰度弊啊嘛，我而家发觉咧，即系讲烂仔政权益咗佢啊，用翻同佢一样嘅名字、嗯，我就话佢咧呢啲系简直系四大探长年代嗰啲杂差政权嚟嘅。咁究竟而家咧，你系咪想香港去翻系咁样样先？而家、我觉得文宣嗰度咧可以躲躲呢方面啦。好、多谢你。OK，OK，、okay, 啊、好，好，多谢你电话。好，拜拜。啊，咁啊，唉，乜都好啦，即系总之就即系香港人何其不幸，系嘛？即系我哋老实讲，如果有啲人最后对佢有丝毫嘅即系嗰个幻想嘅咧，呢一镬佢都搞掂咗自己嘅啦。系嘛？但系有条友咧叫谭咏麟喺个微博，哇好咯，特首终于反击啦、你明唔明啊？即系咁样啊，咁跟住就俾人插到佢，即系开花，系嘛？嗱、呢啲咧就一直以来都系嗰啲建制嘅既得利益，系嘛？一直以来都系啲建制嘅既得利益啫，系嘛？佢点知道民间疾苦啫？系咪啊？佢认为我哋啲咁系唔啱噶嘛？系咪啊？佢哋呢啲啱噶啦，去北京啊，去当你上宾啊，喺香港政府度又当你上宾啊。但系好怪喎、啊，你嗱，大家都系娱乐界，即系洪金宝嗰啲啊，上一次财爷个财政预算案，系嘛？直情喺个微博度同佢讲完全相反嘅嘢啊！行政长官系小圈子选举产生，黄毓民啊，我哋选出嚟嘅 ，OK 系嘛？点解会有人一而再、再而三选举呢？咁即系佢讲我辞咗职又再选，又选翻入去啊嘛，系咪？咁你系小圈子选举，佢系咁多人选出嚟嘅，系嘛？喂，人哋呢个系咪唔系话佢冇帮我？咁系头脑好清醒，系嘛？系咪好清醒先个头脑？系嘛？喂，即系投票俾我嗰啲系鬼，咁间投票你俾你嗰啲系人，系嘛？我37,700+票，你系649票，要零头多过你。是吗？跟住投票俾你嗰啲係人，投票俾我嗰啲係鬼呀、啊、你又有无上嘅权力，不受节制，是吗？我哋就唔係，你话抨就抨，是吗？喂，佢一票够啦，共产党嗰票㗎喇，是吗？话拉就拉，是吗？真係。
所以最近咪有啲人提醒我郁敏你小心啊，佢搵另外曾伟雄搞你噶啦，还点你又掟嗰件衫俾曾伟雄啱晒啦，呢次佢话你烂仔黑社会咪曾伟雄咪拉你黑社会咯，我话好啊，我真系发达啦，系就。上法庭又系嘛？屌你真系，我真系发达嘅啊！呢行系咪先最好啊？系嘛？屌你睇个法官即系啊！喂，呢啲真系好好笑嘅，咩政府啊？呢个系啱唔啱啊？咩行政长官啊？呢个系喂，你真系，所以阿李仪写嗰篇讲，佢话咁样嘅行政长官系香港人，香港之耻啊！真系呢个结论系嘛？所以即系陈云。昨日呢個星期天明報有篇文啦，係嘛？佢話佢講緊嘅係 manner， 唔係 ethic， 唔係倫理，唔係倫理啊。OK， 係嘛？仲有佢話黃毓民滿腹經論，搞到要同佢打爛仔交。佢話我睇電視真係黯然神傷。咁又不至於。我第一，我不是滿腹經論；第二，佢同我打爛仔交，而家唔係我同佢打。你係講緊孟子，你係講緊黃安石。係啊，佢話因為佢就真係好冇政治倫理啊！佢嗰篇嘢你睇下，你有冇？啲人唔知有冇掟上網？我好笑啊！琴日有篇嘢係嘛？唉，送俾阿里士多德俾佢啦。唉，真係呢啲送俾佢有咩用啊？屌你呢个嘢真系，嗰日我都话落喺九龙城撞到阿阿伯，佢话郁敏，你真系嘥嘅事啦！呢个契弟倒滴都冇滴墨水噶，佢话倒跳都冇滴墨水，美大不长，你同佢美大不就，不就长者变咗长者，系嘛？节目时间差唔多，拜拜。佢就要靠大家。我哋會從長計議，四個組織會坐埋傾一啲具體關於選舉組織動員文宣嘅嘢，所以要靠大家嘅努力。我哋一定係聲應氣求，肝膽相照，呢個係前提。唔好鬼鬼祟祟，係咪啊？收風嗰啲人聽到都覺得震撼啦，唔係講笑。多謝大家。我哋嘅社會政策就係中間偏左噶嘛。反映到的就是要求最低工资、最高工时、全民退休保障，反对私有化，反对外判，100%的民主，100%的言论自由，是不是很清楚了？这个中间偏左立场，中间偏左的立场包括要捍卫公义、保护弱势、制约扶倾、义无反顾。选民一个公道，票就喺票上。2008年投票俾你民主党，你系坚持2012双普选，保得通价。你为咗呢个政改方案多10个位，你竟然可以放弃呢个路线图，你可以放弃特首系冇筛选机制。民主党冚家产代表咩？代表出賣人民、背棄選民、出賣盟友嘅嘢係冇好下場。人民力量要叫呢啲出賣選民、背棄盟友嘅人嘗到失敗嘅滋味，啱唔啱？各位，大家睇下今日我哋呢個集會。嘅氣氛，睇翻之前我哋喺遮打道打小人嗰種氣勢，你就知道人民力量不可冇，啱唔啱？我講過，政黨即係工具，係手段，人民即係目的。今年的區議會選舉，人民力量是拒絕參與泛民主派的所謂協調機制。
我哋其实今次参选最重要是要为选民提供一个在伪民主派和在建制派以外一个新的选择。我哋呢个叫做 none of the above， 即是英文所讲的以上皆非。我哋不选择伪民主派，亦都不选择建制派，希望透过呢个参选呢个区议会选举，体验呢个直接民主的精神。人民力量，人民力量，欢迎。